是压一压就好。就是我的美妆蛋就篮球架一样，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很不占空间。
完头发了，护理了一下。那个洗头小哥还跟我聊了好多，聊了关于我头发该怎么搞，然后最后就是我还是不太想染，不是不太想烫，然后就变成就现在直发。就我头发一直都比较干，然后又比较那个，现在准备回家啦。没想到那个洗头小哥还比我小，还挺惊讶的。嗨嗨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今天是在海岸城做的头发，头发确实好直哦。做完以后，那我现在又来到了面包店。把我的学校的差不多事忙完了，但是我可能还要再过几天才会回去。嗯，好喜欢他给我吹的这个，就是上面蓬起来那个地方，高屋顶盖。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，就是裹得很暖。今天心情超级好，就是一整个很放松的状态。